行，LG 就是指就是立湖国小自由班。我们前来求新，就是因为我们要针对高年级学生来解除他们的压力，所以就变成减压中心，所以两个合起来呢，就是 LG 减压中心，立湖自由班的为高年级特别服务的减压中心。我一开始听到 DFC 的想法是山寨版的 KFC 的分店吧，还是之类的，然后还有想过是不是 GA 吧。我最一开始听到 DFC 的想法就是山寨版的肯德基，就 KFC 嘛，或者我一开始也是把它想成一个某一种奇怪的公益团体之类的，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那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山寨版的 KFC， 这是假的肯德基。在想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问题有非常多，最后发现压力才是根本原因。如果没有仔细去想，其实有些事情虽然觉得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就习惯，然后就会觉得就习惯了，周围就会感觉没有问题，可是真的去看的时候就反而发现会有问题。我发现大家的问题比我想象中其实还要再多很多，我原本以为就是只有一些课业压力而已，但没有，其实非常的多，但大部分都还是来自于我们生活中常见一些家庭啊、课业啊，或者其他东西所带来的压力的影响。我觉得经过大家的讨论之后，发现问题其实很多，只是说我们平常不会特别去思考这些事情而已。那我觉得呢，其实我们虽然在生活中其实并没有注意到太多问题，但其实你仔细去观察，其实发现甚至校园什么地方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。在计划 LG 减压中心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有许多难题，像是如何计算压力值和获得的奖品是要选择什么等等这些。后来我们用迷宫的方式来计算压力值，然后也会用纸来折一些舒压的小玩具。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就是要一个标准准确的方式是测量每个压力，像是日本他们是有做专门的机器来测量，只是因为我们的经费关系，所以要就是一个非常标准非常精准的减压体系测量压力的方法，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。就是我们那时候想了很久，说就是要怎么把一个很无聊表格变成一个可以让大家玩的游戏，然后同时又可以测试大家的压力这样子。最后我们就是决定用迷宫的方式来那个就是让大家可以做迷宫。大家意见都刚开始都不合，然后我们经过很多的讨论这样子，然后后面呢就慢慢把意见统整起来，然后做出一个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。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到那些压力大的人，减轻他们的压力，
然后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因为压力过大而发生的事情。经过这次的活动，大家也越来越重视高年级的压力。好，预备开始了。那你要第一个先说，请问你一开始听到 DFC 的想法是什么？是什么啊？开始了。好，来第一个问题，那里要安静了，各位。你刚刚自己在讲话，我要把这个当幕后花絮。下课了啦，烦了你们。好，那第二个有第二个问题呢是，你在干嘛？好了，开始哦。来，第一个，一开始呢，你听到 DFC， 你有什么想法？刚开始听到 DFC， 以为是山寨版的 KFC， 就是盗版的肯德基，很好吃。